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飘飘飘哥。印度神童前段时间所出的视频，木星进入水瓶座和病毒有关。有些人觉得毁三观，有些人觉得有点意思，有些人呢，觉得各种奇异的天象、天灾人祸的2021，搞得人是蒙头转向，心想听听也罢。那么我们就看一看他这一期的视频是怎么说的。油炸花生米，闲言少叙，点赞加关注，现实预言两不误，咱们嗷嗷狠的。直接起航。在今天的视频中，我想向大家介绍一个新的苏巴哈什达经典经文，来自我们古印度智慧的圣贤所创作的广博的梵文古卷。在古代历史中，这些智慧话语代代相传，从而保持智慧的纯净，创造一个更正义的环境，为了维护公正的律法和秩序，为了提高人类的良知。所以今天的苏巴哈什达是关于粮食安全的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，而且与当前所处的情况非常相关。我们今天面临的许多不同的问题，其中一个是饥荒，另一个是缺乏优质食品。我的意思是，我们今天使用的每一点食物实际上都对我们的健康不利，其中大部分的高达 99% 的我们现在食用的食物，在某些情况下，无论我们如何努力，我们得到的都不是纯净的食物，这是一个应该受到谴责的社会情况。让我们通过这个特殊的苏巴哈什达来探索它。食物的获取和安全是至关重要的。食物安全的重要性超过了包括钻石在内的所有其他收藏品的重要性。因为当一个饥饿的人极度需要食物时，钻石是无法挽救他的生命的。当某个人非常需要食物的时候，拯救他的不是钻石，而是纯净的食物让他起死回生的。而这实际上让我们看到了圣人的智慧。如果我们看现在，有超过5000万人，实际上不止如此，但有5000万人正面临着饥荒，饥荒正在敲他们的门。对于世界上其余地区来说，面临的是缺乏纯净的粮食的危险。所以我们正面临着所有这些危机时刻，全世界正在成长的年轻人没有专注于粮食安全的重要性，而是专注于其他方面的事情，那些当然可以在以后处理的事情，那些可以放在次要位置的事情。我们看到年轻人根本不知道他们的食物来自哪里，这种食物安全是非常关键和非常重要的事情。年轻的人们只知道从超市可以买到食物，但是在这背后有着一个很长的供应链，有着不同的阴谋破坏和操纵，从根本上改变食物基因。但是我认为很多人，你知道，此刻都没有关注于这个特定的问题，所以这是我们所有人应该理解的非常重要的事情，而不是目前困扰世界的许多其他事情。我们还是应该关注于粮食安全，因为这是人类进程中必须解决的下一个大问题。在进行下一步之前，我认为如果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有什么东西可以彻底改变人类，并且可以摧毁人类和其他动物的基础的，那将是对植物和其他动物的基因的操纵。其中之一当然是转基因植食物，几十年来一直在繁殖的转基因生物。当我们有一种叫做生物数字融合的东西时，这实际上是将人类以及其他形式的生命转变为受控的最初步骤之一。当然
控制和支配着这个世界的社会资本正在控制着这个世界，所以我们需要阻止这种情况发生。一种方法是增强人们的认知，并采取措施进一步了解现实情况，确保我们每一个人自身的粮食安全，并尽可能传播信息。请阅读瓦塔纳西瓦博士的书籍，他是一位非常著名和杰出的环境权利倡导者和食品安全倡导者，所以你可以阅读他的书，他们也可以在线获得，所以你可以搜索他和他的书，这些书非常值得一读，他们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深刻的见解，全球生态系统在粮食安全方面的表现如何，以及我们对未来的期望到底是什么。接下来的几十年，因为接下来的20年，即使根据占星术，也将面临着非常多的困难，这些年将非常具有变革性，这些变化甚至在我们想到它之前会发生，因此我们必须适应信息空间，我们必须通过时刻保持教育来适应这种转变的步伐。非常感谢网探小齐的翻译，这一集我们原汁原味的再一次欣赏了内功阿比亚，主要展示了阿比亚的睿智、鲜明的观点和预言的启示。那么针对着粮食危机，很多的预言家以及相关的国际组织都曾经讲过，根据华盛顿邮报最新的报道，全球食品的价格飞涨，化肥成本高得离谱，在阿富汗预计今年冬天将有2300万人，占其人口的一半以上，将面临着可能危及生命的粮食不安全，也就是粮食危机。马达加斯加面临着40年来最严重的干旱，超过100万人需要紧急的粮食援助。在本周的一次采访当中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主席、经济学家马克西莫·托雷罗·卡伦认为，虽然是粮食危机现在还没有真正的出现，但是我们可能处于危机的边缘。世界正在目睹着本地化和冲突驱动的粮食危机的增加，特别是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，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疫苗接种工作仍然是滞后，卡伦告诉 Today World View， 他担心中低收入的国家经济复苏放缓的可能性会在2022年进一步的恶化，粮食危机状况会进一步的加剧。他认为饥荒或者是粮食不安全的最大的威胁在撒哈拉以南的南非洲，这就是许多国家的局势失控的地方，包括刚果民主共和国、尼日利亚、南苏丹、苏丹和中非共和国等，然后还有也门，当然还有阿富汗。如果我们不急于向阿富汗提供及时的救援，他们将会失去收成，那里的局势将十分严峻。还有海地，当然也有委内瑞拉，它也可能受到重大的影响。就我们所说的冲突导致的严重粮食不安全的程度而言，这肯定比2007到2008年更糟，但是在全球的范围内，总体情况仍然比那些年好一点点。从某种意义上讲，我们仍然有粮食的供应，但是今天的问题是粮食获取的问题，但是它正在进入一种我们称之为橙色的情况之下，如果我们不小心不采取措施，很可能会出现红灯。我们今天没有粮食危机，我们面临经济衰退和食品供应的问题。他继续讲到，如果化肥问题得不到解决，这种情况明年可能会变得更糟。由于近期的供应量问题，粮食短缺已经到了议事日程和引起了人们的关注。根据 Taste of Home 报道，9个产品在食品商店将会短缺。一、纸类产品，比如卫生纸、餐桌纸。第二、罐头类。第三、蛋肉类。第四、宠物食品。第五、学生的午饭。第六、 juice box 饮料。第七、奶酪。第八、婴儿食品。第九、酒类，比如葡萄酒等。这些仅仅是关于在发达国家的日常的产品，大家或许觉得有些奢侈，或者是觉得有些无伤大雅，但是可以想象，如果在发达国家这些不能够及时的供应的话，其实也就意味着在贫穷的国家更加的艰难。根据 Outsider Club 报道，2022年的这种食物短缺危机会愈演愈烈，其中的原因是由于疫情所引起的，
能源价格上涨，包括汽油在内，近期都有创新高的记录。第二是工作的工人短缺，最有代表性的是加拿大的大卡车司机罢工事件。第三是供应链断裂，这个包括运输和制造等等多个环节的因素。好的，正如开始所讲的，凹狠的已经在路上。喜欢的朋友们请别忘了点击订阅和分享，下一期我们再见。独在异乡为客，每逢孤独看飘哥。